聪明节税，帮你省下一个月薪水。如果你从收入端就开始，可以节税的一个地方还很多。固定的薪资从4万5万，你都要去扣税。但我们会跟公司商量说，有一部分的一半用来申报，对，有18万的免税额。好贪呀！每晚9点，现在才知道。